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不是加班加了好几天都没头绪吗？现在有思路了吗？工作嘛，就是得有松有弛才行，要么现在还那烦着呢。哎，对了，季秋姐，你自己呢？你想做的综艺是什么样的呀？我想做归属感。我希望我的综艺里，大家或许职业不同，性格迥异，不是同龄，但是他们在这里，他们可以放下防备，不管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是最真实的反应。他们的微信群是让人不愿意打开消息免打扰的存在，他们往往给足了彼此安全感。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有的内向也有毒舌，但他们啊，不会因为你缺席了一两次集体活动就各种猜忌，也不会用人情来绑架你的行为。有吸引力的人在一起，就是归属感在的地方。他们就像星星一样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发光体，但只有聚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亮的瞬间。那名字想好了吗？这个嘛，我倒是想了一个。